兄弟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可以控制灯光位置、颜色和贴图样式的 LoRa。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图一输入模特图，图二输入灯光贴图，修改对应的提示词，运行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看具体效果，只需要修改提示词中的方向描述即可。现在是修改为前方，正面就有跟图二一样的橘黄色不规则光斑。这是左前方的效果，这是左方的效果，这是左后方的效果，这是后方的效果，这是右后方的效果，这是右方的效果，这是右前方的效果，这是上方的效果，这是下方的效果。也可以将图二换成窗户的光线贴图，这次的光线效果显得更加高级，但是有一些角度缺少训练的数据集，所以变成了橘黄色灯光。所以这个版本只是测试版，验证了功能上的可行性。因为数据集太难找了，大家要是有相关角度的素材图可以发给我，我会保持训练更新。下面我们测试跳过 LoRa， 可以看到模型不能识别并处理这个操作。现在打开 LoRa， 运行效果还不错。下面我们来看看 LoRa 强大的泛化能力，这里将图二改为水波纹理，效果也挺不错。我们也可以在方向描述词后面加上灯光的类型，例如现在添加霓虹灯的提示词，效果也挺不错。最后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寻找更多产品类目和更多角度的数据集，我训练好后会第一时间更新 LoRa 给大家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